好，我们已经到了李宇航变形记的76集，这集我们开始教他线路，就乒乓球的线路。哎，宇航，打过去，从这里打到那里是斜线，从这里打到这里是这边是直线，中路这条有条线的，这是中路啊。我要你攻球的时候，一个斜线，一个中路，一个直线，跟我看一下好不好。好，让他在现在正手位打三条线路，斜线、中路，要打准一点啊。一，中路，对，直线，直线在这里啊，那是中路还是中路啊，你看，一，好的，二，直线，再来，来，连续啊，对，动脚啊，动脚啊，对，对，别太紧啊，动脚，中路，直线，啊，三条线路，你看，连续打三条线路，那么我们，有一些教练员呢，就是现在刚开始线路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是不是有个破的球嘛？这样破的球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位置，啊，找三个破的球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让他去打，让他有意识的去打这个线路，来。斜线、中路、直线，对，再来，连续啊，动起来啊！你看，板板把线路打好，有意识的把三条线路打好，知道吧？来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从小的让队员学会打球线路隐蔽。就是出手隐蔽，要学会打线路，要不然的话以后他变线很难变线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动脚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哎，对，拿完线路的，这是哪个是中路？这是中路吗？这是直线吗？对不对？那是斜线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站在中路的时候，站在刚才站在这里，现在我们站中路，哎，对，把中路打三条线，中路，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好的，哎，好的，哎，对，中路打三条线啊，走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。二，动脚，动脚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我们到斜线去，对，打三条线，好，站好啊，不要卡住那里，往前一点，对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啊，注意力集中点啊，把线路打开来，动脚，动脚，对，对，对，好的。好，好，我们这一堂课就是教他们的线路。那到了基本上到了这个水平段，都要可以教线路。那我们的教练员也可以按照这个来。来，现在我们跑，再来从这里开始，再打三条线，再到中路打三条线，好不好？来，注意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。二三，不要跑先，一二三，哎，把自己落点打开啊，想打哪里就打哪里。好，你想打哪里就打哪里，注意每一个地方，我如果我想往那里走，我的力量就往那里走，拍面就往那里走。如果我要走到中路，我的拍就往中路，我如果走到直线，拍就往直线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来啊，走，一、二、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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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，放松手，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，对，好的。